系大第嘅五电声话啦，恐怖，再先，系点称呼啊？白手啊！哦，白手啦，我嚟个电波，忙完啦系嘛？忙完未啊你？未啊，有排忙啊。点解啊？听到头先个苗，听到我真系有少少滚滚地嘅。系想打成，唔系屌阿苗嘅，反而屌翻屌我哋。唔系嘅，嗱，好简单一样嘢，如果苗即系。再響而家，即係我俾想俾啲意見先。首先就係第一件事就話，係首先佢唔係諗多咗先，真係阿 B 同阿 A 都對佢有好感先。係，你覺得唔係嘅，即係你覺得唔係嘅，即係我唔理佢係唔係啦，即係純粹我俾佢嘅意見啫，就係話 OK B 對佢有好感嘅，溝咗佢先 OK， and then。之後溝咗佢，食埋佢之後，做咗佢嘅男人之後 ，OK， 咁阿 B 通常咧，起碼有一段時間咧，實會黐住你噶啦。係 ，OK， 實會黐住你。好啊，你啱啱啱啊，好嘢好嘢，好地喎，飲得呢段時間先再去翻刮阿 A，OK， 係。咁阿 A 有自己本身有男朋友噶嘛？都要等佢分手係嘛？唔需要等，千祈唔好等 ，OK， 千祈唔好等 ，OK， 等食住等。阿 A 有男朋友噶嘛？你自己亦都有 B 嘅女朋友嘛？咁你就之後你哋兩個 A 小姐同阿苗之間有關係嘅，有乜嘢嘅 ？OK 食咗嘅，你有你男朋友啊？你得閒嘅，你咪揾我咯。OK， 我亦都有女朋友，你都知啊。咁大家都有另一半，好 fair 啫，係咪先？但係呢番嗰啲嘢，我唔得嘅。即係我覺得18歲其實係唔應該玩呢啲嘢。係唔好嘅。喂，喂，你18歲。有本錢，少年輕狂，做乜都好。OK， 到最後真係 A、B 都冇曬。到過咗10年之後，喂，你諗翻自己，喂，我原來10年前都試過啲咁嘅嘢，我喺我人生裏面都有精彩嘅一頁，係咪先？好過你到後乜都冇，你又唔追阿 B， 又唔刮阿 A， 到後 A、B 都係好。我唔否認呢件事個成本效益非常之高。唔係，我如果先啦，同你傾電話咧，我會話我點啦呢鋪。呢個我真係，呢個我真係，我有少少係唔同意我自己，因為我覺得咧，唔知點解，即係可能我真係太撚俾 TVB 荼毒啦。我覺得咧，一個18歲嘅僆仔咧，係應該留翻一段嗰啲好 puppy love 嘅愛情。因為睇我會加太多，可能未必係，即係我暫時經過那些年，唔係即係廿，你如果過咗20歲，過咗20零歲，係有呢一樣嘢，我就好撚 casual， 即係你話屌你一時溝一個，跟住拖另一個，然之後大家有另一個嘅時候，成日咁俾人釣魚咧咁講，我屌你老味啊！成句裝。講出嚟啊！哇，中啊！我18歲嗰陣時，我都有 puppy love。到我而家30幾歲啦，我諗翻轉頭，俾我揀要一個 puppy love， 定係要兩條轟轟烈烈嘅愛情？我寧願揀兩條啦。你俾你諗下，我知喎。你仲要諗下喎 ？Puppy love 掂下手仔，哇！你好開心，定係我18歲 puppy love 唔要 puppy love？ 哇！條女哇，同你晚晚同你 baby 啵啵，跟住你仲可以背後有一個淫賤嘅假期送埋俾你。我家後姐 ，sorry， 我家後姐。喂，而家阿苗仲係話有一個 baby 啵啵，加多個 A 有機會翻刮喎。我介豪姐 ，sorry， 我認咪係咯，好簡單。喂，即係我哋好聽嘅咪、就是、啊，一定要揀個好好地嘅，起碼有段 puppy love。私定終身嘅啲。過翻10年後，你自己諗，哇！我點解18歲嗰陣時點解唔咁樣做啊？咁啦，我交唔食多個咧。咪係咯，我哋講得好啲，試多個啦，係係咪好聽啲咁樣？喂，即係嗱，好聽啲，我哋18歲，你唔通咁快揀定個同你結婚咩？呢個就真係嘅，呢個真係嘅，咪就係咯，真係學暗罩佢哋講，有得食唔食咩？咁但係真係。唉，真係睇下佢點睇咯，我覺得呢都係佢自己最後決定嚟嘅。咁好明顯㗎啦，而家去阿苗一定係個頭已經飛咗過去阿 B 嗰邊㗎啦。咁佢要追阿 B 呢個一定係劇本嘅其中一部分嚟㗎啦。咁咪睇佢追唔追到阿 B 咯。你唔好話我話，如果佢追唔撚到阿 B 啊，食翻 A 啦，一定食翻啦，一定死女女翻 A 啦。再講。
頭先我咪話叫佢唔好女阿 A 嘅，係我柒都唔撚信，我肯撚定佢計緊逐 first 鳩啊，我肯撚定佢係一個投資者嚟㗎，佢同時間持有幾隻股票㗎，唔係咯，即係我講就咁講啫，佢聽唔聽有一件事啦，你俾我都未必做得到啦，唔 first 買 A 係咪啊？我離身，如果有兩條女對我好咁，我一定食曬兩條，係咯。但是最出於人道的是真的不要搞 A 的，但你說自己控不控制到呢，我覺得有很多人都控制不到的，我不理你控不控制到啊，最起碼我即是他 OK 過了這段 AB 的感情之後，我相信A 和 B， 我就算你揀哪個，到最後你都不會開花結果跟這兩個、啊、因為現在好明顯的心態他未成熟，是未成熟，是的，所以我不信你第日結婚那個會是 A 或者 B、啊、兩個一定都不會是，我都覺得是的，是不是，因為 你起碼 出了社會，或者你再大那些想法完全不同啦，性格上已經是找其他人了，不是，既然 A 又不會做你老婆， B 又不會做你老婆，兩個都不會開花結果，為什麼不吃了呢？系，咪一嗱阿李世麟嘅槍就話咧，食家可以俾人唱衰。嗱，我唔知點解喎。細個可能會覺得食家會俾人唱咯，要揾間餐廳咧，都係有 private corner 嘅。頭先有一樣嘢真係真心講嘅，就真係唔好樣衰，係最緊要唔好做到啲嘢核突。係係啱啱咁啊，喂，即係等於阿溝咁樣講，即係啱嘅。喂，我係食。但是我不會吃完唱，即是剛才白手有一個，第一個是 很大講的，就是其中一個是什麼呢，就是你溝完個 B 之後，你是一定跟我 A 說我有女朋友了，現在即這個是一半的，是不是那些叫道亦有道，算不算，是啊，是啊，即喂，我又知道你喂阿 A， 你其實你都什麼了，你都告訴我你有男朋友了，那你走來攬住我做什麼，是不是，喂，即係大家你都話俾我聽，我有男朋友㗎啦，不過我攬得你，咁你點樣啦、啊？咁樣即係俾曬色路你啦，咁你咪一樣咯，溝咗 B， 跟住話哦係，我同咗 B 一齊啊，不過我照約你出嚟，咁你點樣啦、啊？咁 OK， 兩個都 OK 嘅，一拍即合嘅咪 OK 咯。咁但係都正室喺後面㗎嘛。大家都是要個為主，係咪先？本來大家都很理性去分析呢件事，最後都是俾人世間的所有嗰啲機會成本啊！呢個世界現實啲啦，現實嘢之後即刻打翻醒曬。我同意嘅，我同意嘅，即係你問我都會講，都會解咁樣樣嘅。係咁啊，唔係都我最後覺得都是看造化㗎啦。即係你話想食人啫，你係想看機會成本啫，但係最後都要表，真係做到先得。可能最後其實兩個都是諗㗎啫。最後原來兩個幻想。都或者最後兩個都做得很噁心，搞到兩個都原來沒有，從來沒有前面在後，原來沒有啊！真是被人喂，即係頭先我認真講一次，講扮詩句講出嚟，有冇聽過一個人講過啊？麥浚龍啫嘛，原來沒有，從來都沒有，前面在後，其實虛構，原來完全虛構。哇！依句詩好好，兩句詩。其實啊，如果啊，真係啊，俾你兩個都食到啊，其實啊，你起碼第一條女啊 A 啊，喂，起碼諗過，喂，第一個出軌嗰個就係你啊，起碼個心裏邊都諗到你先啦、啊。有喊喎，留翻個，真係好有道理喎。唔係，但係你啱嘅呢個，但係你即係你要唔要啲記錄係一件事。同埋我哋只係講白蘭呢、這個係即係要門面都要講翻少少嘅。係白手呢個係現實啲嘅講法。這個呢個咧係我哋咧做緊節目，然之後去宵夜去大排檔啦。有個大排檔計個阿伯就咁講，即係屌啊，攬我食曬啦！呢個係好現實係嘛？雖然愛情我都覺得仲係需要有啲嘅嗰啲叫咩堅貞啊，係咪定係啲咩啊？愛情係依然仲有堅貞嘅喺呢個世界上面有嘅，咁但係好現實地説，好多都係咁樣樣嘅，真係。喂，愛情係有堅貞，但係你結婚之後堅貞啫。都係嘅，有我覺得依然相信世界上面真係有純愛嘅，即係嗱一個好嘅例子，星矢醫生係初戀，等於而家嘅拍拖結咗婚十年嘅老婆，咁而家去旅行啦，又去咗玩啦，咁但係咪初戀就冇真愛咧？又唔一定係嘅，咁但係不過個好明顯地，只不過頭先阿如個機師係佢都未成熟啫，唔係只可以咁樣講，呢個世界上面咧，肯定係有純愛嘅，但係。世俗的愛情是比純愛多好撚多倍咯，咁睇下你自己好唔好彩，你做法啦，你係咪俾神揀中咗你係純愛嗰個啊？咁樣樣咯，咁喺呢個你都唔會知噶啦，神唔會顯現話俾你聽噶嘛，而家，咁咪純其實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純愛咧，我已經見到有兩個啦，第一個就係我舅父舅母，第二個咧就係我表姐表姐夫，
都是初戀變結婚。是我舅父呢就去台灣讀書的時候認識舅母，跟住又結了婚，跟住呢我到而家呢我都覺得我舅父好慘。點解嘅？點解咁講啊？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揀嘢好啲嘅咯。如果他不是真的有咁嘅愛情，咁但我覺得佢嘅所謂愛情，我覺得唔係喂，有啲人可以在第一次找到他自己的真係另一半，其實嗰陣時好幸福嘅，係好幸福嘅，真係呢個係即可能你覺得他試嘅嘢少，或者你覺得他可以找個更好啲。但係對於他嚟講，可以即刻找到一個不用經歷任何，即大家都知道愛情有啲嘢係傷嘅啦，有啲嘢係唔開心嘅啦，可以將嗰啲嘢全部唔撚使經歷嘅時候，淨係得美好嘅結果。呢件事我覺得喂，我真係覺得呢件事好 fantastic 嘅成件事。喂我问心啊，俾着你未俾人伤过，你又点知边个好啫？系咪先？唔系嘅，下下都开始对你好嘅，你都未伤过哦，就咁一世就咁样过咗啦。哦，你都未伤过。睇啦，呢个我觉得有好多角度啦，主要系嗰个当事人系咪 enjoy 咗？系啦，最紧要当事人。我谂你二长啊，二长舅父啊，舅父，舅父，如果佢而家系好捻不忿嘅，系咁啊扑街啦，咁啊扑街啦。但系如果佢而家系 enjoy 嘅，咁咪由得佢咯。即系一个而家就拖住你舅母，然之后，哎呀，我边我哋十年啦，咁啊廿年啦，又，哎呀，咁啊卅年啦。屌，好撚 speed 啊！但係你舅父成日同你講，屌我真係唔撚掂咯，對住個舅母，你舅母屌，咁你就可以同佢講啦。阿舅父你咪笨柒咯，咁樣。唔係啊，可能舊一代嗰啲咧係比較易啲，平平淡淡咁就過咗去。啊，都係嘅，都係嘅。即係要求冇咁多或者乜嘢。而家我哋呢一代嘅，哇，經歷嘅可能比佢哋。即係更加多，你諗下舊陣時嗰啲佢哋嗰代嘅讀書，仲要談咁樣咩？中學生應受談戀愛，我哋呢個年代已經好似中學生應受談戀愛咁樣，好似學生應受談性愛㗎啦，梗係唔係啦？中學我未夠十八歲大咗肚點算啊？呢中學生應受墮胎，中學生應否一時間食兩條女？十歲啊，如何投資股票㗎啦？就係咯，即係可能大家個年代唔一樣，所以 OK 佢哋嗰個年代，我已覺得就啊，我第一揾第一個，哦，我平平淡淡咁樣過咗。喂，但係而家我哋一代唔係噶啦嘛，實在太多環境嘅因素啦嘛。但係有時候我覺得，如果佢係。一開始個初戀已經係結到婚，我覺得 O、OK, K， 即係好似即係我祝福佢嘅呢啲，即係你可能你又講話未試過痛過，好似唔得，即係好簡單一個比喻啫嘛，即係你做警察。屌你唔中個槍，唔代表一個英勇嘅警察唔係咁噶嘛，可以唔中槍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即係我覺得啦，如果我會覺得係好彩，亦都係一個好慶幸嘅事嘅。即係如果冇經歷過痛嗰樣嘢，咁即係代表啊個天都對我不薄啊，起碼好快安排咗一個人唔使我點揾，都已經喺我身邊，可以同佢其實係一件好幸福嘅事，好中路。我話俾你聽，點解佢哋會覺得幸福咧？係因為佢暫時我諗，同埋佢以後都唔會諗住會有下一代。哦 ，OK， 即係我覺得你就你而家你唔豐富你自己人生，到你下一代出世嘅時候，你哋兩個，你做乜講乜嘢？你講乜嘢？你都冇試過。哎呀，啱喎！你講嘅原因，哎呀，駁唔到你添，係喎。阿爸，你嘥氣啦！你溝幾條女啊？你就係因為冇試過先有你阿姨個媽咋？咪係咯，我一個禮拜駁嘅女多過你一晚駁嘅老婆啦。咁啊，我真係唔係如果我冇嘅，我真係我仔咁同我講啲，我會幾無言以對。我講唔係你有咩駁到佢先？你冇嘢駁，真係駁唔到有嘢。好嘢，又真系个仔女讲到底你做兵啦，我真系答唔到。你丰富你嘅人生，你之后先可以 OK 用自己嘅蓝本。唔系最惨，你下一代讲系，诶最惨咧，你又系你讲，你话俾佢听，我又试过做兵，嗱做兵又几咁惨，嗱咪好似而家咁样咯，我又试过搭落船，好似系咁样，唉你咁样做你咪撞车咯，嗱老豆啲经验咁样你唔会撞车啊，但系都唔系咁好嘅，咁你先有话题，咁样你先去同佢讲。我都明白，即係佢自己個第一個情況就係，即係如果思瑤生個女，好不幸生個女，跟住佢問翻佢阿爸：，喂，其實做兵嘅感覺點啊？你做開㗎啦，但係好奇怪喎，點樣可以箍實隻兵啊？咁你問你阿媽要？唔係啊，你阿媽唔係嗰個做兵嗰個咯，梗係。如果係嗰就唔係做兵啦。唔係，佢可以立兩手資料啊，你個女係點樣？點樣做觀音就問你啊，老婆。點樣做兵就問你。係啊，喂喂，你嗰陣時做兵嗰陣時，你娘娘幾時派兵糧俾你㗎？咁樣啊？
喂，通常啲冰涼係點啊？就咁食餐飯啦，定係拖下手仔就算㗎啦咁樣。哦，我去嗰陣時，我淨係齋食飯㗎咋，仲係我俾錢嘅添咁樣。我得啦，咁我下以後啲冰得啊，我派冰涼嘅時候，我咪約佢出嚟食飯咯咁樣。哦，咁樣佢咪識做咯。唉，真係不得了呢個。唔係都呢個係其他樣嘢嚟嘅，即係有時候如果有下一代嘅時候，有啲嘅閲歷係要有，又就係另一回事啦。即係撇除咗呢樣嘢，如果係講緊第一代，即係自己個代，同埋再下一代，其實都係兩個唔同嘅人生嚟嘅。咁暫時我哋在座四個都冇結婚生仔啦。都唔係話第二個人生，始終你嘅人生裏邊都係由溝女、結婚、生仔有下一代咁樣慢慢去延續落去。喂，你唔係話淨係結咗婚，哦乜都唔使理咁樣，所以我求其揾一個啊，我真係我嘅 puppy love， 我嘅真愛，咁結咗婚就唔使理，唔係噶嘛。你結咗婚之後，你仲有你嘅後邊嘅生活或生活啊，譬如下一代啊，繼續咁樣延續落去噶嘛。但係如果當你上邊嗰層都唔豐富嘅時候，你下邊嗰層你又會點樣咧？唔通你下邊嗰層嗰陣時，好似你真係 OK， 當你下一代真係好乖啦，學足十。你咁樣哦，覺得真愛可以延續落去，一個就夠噶啦，咁咪賺俾人呃出去，仔嘅咪變做兵，女嘅咪唉分分鐘俾人搞大咗，肚都唔知個老豆。因為前面呢個係講緊即係 ideal case 梗係一個對一個啦，咁但係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太多嘅外來嘅影響到呢件事啦，所以先有呢個諗法嘅，咁都。系啊，都系。要咁要，趁而家十八岁，你仲有本钱，你就轻狂少少，乜你觉得做就去做，唔好谂咁多，又喺度谂，哎呀咁样好唔好，咁样有冇嘥气啦？真系你而家十八岁嘅，可以完全唔需要用个脑谂嘢，用下体谂嘢。OK， 谂咗几年之后啦，你先慢慢先用个脑。OK， 系啊，唔通你等到你。十八歲，而家十八歲，等多十八年，十八年後你先喺度諗，哎，我仲食唔食好咧？到嗰陣時都唔輪到你諗啦。啱嘅。唔係，我都係嗰句啦，我都係嗰句啦，最後都要啱嘅呢樣嘢係。我不否認你呢個好現實嘅想法，但我都希望愛情係有戰爭，同埋愛情係有呢個初戀就係結婚嘅，呢個係我都係好希望嘅一件事嚟嘅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咯。係咯。系咯，就咁啦，唔讲啦。喂，多谢晒你，好耐冇打过嚟啦，下次再讲过。喂，多谢。喂，你得闲打机啊，等你啊。要中国人揾你。好。喂，我想等嗰个咩话咩 Honors 啊 ，My Honors 啊，乜嘢 ？For My Honor，For Honor 啊 ，Honor，For Honor， 有牌嗰只，有牌啦，有牌啦，做得到，有牌啦。喂 ，Star Wars 咪仲冇有牌 ？Star Wars 咩啊 ？Star Wars 十一月啦，十一月。我哋啲嘢都準備緊噶啦，準備緊噶啦已經。哦，咁玩 Star Wars 先啦。係啊，等你望完先啦。係啊，你揾我哋啦，再講我哋。拜拜，拜拜。好好啊，聽完一個好現實咯。唔係，聽完一個咧，好多童話同現實嘅。係啊，好多節目聽到嘅情況啦，跟住好明顯，跟住有個大排檔嘅阿伯衝出嚟講嘢啦，成件事好地啊，即刻明。唔係，我覺得嗱，其實你問攞一兩邊都冇問題嘅，因為真係有啲時候你真係愛情係一樣咩咧，就係一樣大家都覺得呢樣嘢。好神圣，然之後又好甜蜜，好 sweet， 好希望可以令到得到開心同埋快樂嘅一件事嚟嘅。咁你好向往愛情係有堅貞啊，有初戀係結婚啊，喺每一個人都係一對一啊，然之後可以好好地可以同佢結婚生仔啊，一個美滿嘅家，呢個係一件好 ideal case， 一個愛情本來嘅面貌係咁樣樣嘅。咁但係好多時候真係有人話享樂主義好重啊，有人話可能係話喂呢只係咪個世界嘅個價值觀變咗咁樣？咁但係好多時候現實真係令到愛情呢一樣嘢嗰個價值觀。係會有啲嘢係會變咗嘅，你會覺得喂，有時候覺得有啲女仔可能佢有佢嘅本錢嘅時候，佢可以選擇去揀一個好啲嘅對象。有男仔可能佢係靚仔嘅，即係咁無論佢靚仔有錢嘅，有地位有身有型有型有款有乜都有啲嘅，佢可以選擇佢嘅另一半係一個咩人？呢個係咪叫做唔係愛情嘅一個 ideal？ 其實只不過係愛情有啲嘢現實嘅因素去影響咗啫嘛。咁所以係我覺得兩邊都啱嘅。咁作為一個節目係應該俾大家聽下兩邊嘅意見。係啊，好好啊，同埋balance成件事啊嘛。見咧係出唔到街嘅，應該係喺我哋呢啲節目係出到，係出到，係啊！咁所以，喂，屌你咩？如果要呃鳩你啊，要做啲濕鳩嘢就唔好嚟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嗰啲講埋門面功夫啊，講埋一陣，然之後覺得，哎呀，唔好咁樣樣啊！呢個世界咧係要有愛，呢個世界唔可以咁樣樣嘅。屌嗰啲唔拎咁樣假嘢就唔好嚟講啦。好慘啊！走嗰班人聽唔到後邊嗰句啫。我覺得係咁樣嘅，愛情係需要衝鋒陷陣嘅。係，即係你見到係目標嘅時候，你應該係要奮不顧身咁樣去嘅。係，即係。因為咁樣先，我覺得愛情咁樣係不枉此生，
係咯，咁樣有個有過一段咁樣嘅愛情先係不枉此生。但係你究竟用個腦諗嘢諗，用下邊諗嘢嗰啲後話嚟嘅，真係後話嚟嘅。但係如果你見到一段愛情，你係想去咁就應該要做啦。呢、這個係你真係發覺咗一段愛情嘅時候，你應該係真係去嘗試咯。啱嘅，啱嘅。咁阿 Dance Mark 講得好啱嘅，女要堅貞啊，仔想捐精。哎呀，我好撚想捐精啊！我但係小龜問咧，兩週年網聚點咧？再答咯，再答啦，同埋阿Will，起得歌啦，唔係阿Will就係認真嘅，真係咧你試啦，可以試嘅，咁啊希望你都會聽我哋講啦，即係有時愛情呢啲嘢好難捉我嘅，係啊，即係唔試過咧就真係唔知嘅，同埋每一個人因為佢嘅經歷都會令到佢對愛情嘅睇法有改變㗎嘛，係啊，所以最緊要你係試咯，唔試一定會後悔咯，我覺得，同埋。試還試啦，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唔好搞核突。係啦，一段愛情搞核突嘅處理得好啦，最緊要有頭有尾啊，唔好冇。同埋我想回應一個㗎，你俾我講埋尾先，就係你處理得唔好嘅時候，就有好多好唔開心嘅故事會喺後面出現㗎啦。咁嗰啲嘢係未必是需要的咯，所以是處理得好啲啦。我就好想講嘅就係，其實我係唔撚中意處女。啱見到車會喺度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，冇人想都冇人問你。其實我係唔你講嘅啫。唔係啊，有啲人話係咪男人真係咁撚緊張處女？唔係啊，真好簡單啫嘛。嗱，每個人都想中意揸跑車嘅。啊，我唔想㗎，真係。係啦，第二個人，一我唔想揸跑車就驚。我最憎林寶堅尼。唔係，咁我中意林寶堅尼，但係我唔識跑車。即係你好啊，真係有架林寶堅尼嘅時候，你可唔可以成日啲揸車嗰啲人都講嘅？究竟是你惡過的車還是車惡過你？啊，你揸了一架惡過你的車呢，你就很容易出事了。是，所以跑車是不是一定要呢？嗯，就真是個人的喜好啦，那做不到比喻了，算啦算啦，有先算啦，完全都想不到，希望你有機會去爭這個處理啦，不是有得選，不是，還有浪氣的問思維這些東西，有條女行埋嚟，但我處你都係唔係處女，佢都搏噶啦。即係佢，而家佢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？唔得，你處女唔得。係咯，唔會噶嘛。你試下問我，唔問啦，拜。好啦，今日係咁先。咁聽日咧，繼續喺 M1Pon.com 咧，喺凌晨一點鐘咧有分數噶。咁另外埋埋香港人咧有遊戲人間嘅。咁繼續咧係會打蝙蝠俠嘅。咁啊劇情咧其實我自己爆機噶啦。咁啊劇情非常之正嘅。咁希望咧我哋喺跟住落嚟日子咧可以同你揀幾段出嚟同我打咯。如果講打唔曬嘅話，咁梗係啦。係啊，打到有新驚為止咯。咁樣講，依個係好睇檔戲。其實都好似暫時冇乜大起身嘅。我檔戲咁睇都 OK 嘅，所以繼續咧聽日咧留喺 M1Pon.com 睇有分數啊，或者去問。在香港看遊戲人間都 OK 的，今天是這麼多先，星期三可能有嘉賓不知道，星期三再算吧，星期三再，但星期五是不是說過，星期五有嘉賓，星期三再見， Peace。